艳福在9号更新过之后，上架了春节套以及相关的活动。因为礼包的具体属性和多买多送的奖励网站已经有过很多爆料了，所以这里就不提了。这里提一下之前没有爆料的两件事情。一，积分商城开启。积分商城每年都会开启几次，这次春节版本更新，积分商城也会再次上线，时间是1月21日至4月4日。奖励也是十分的丰富，主要包括武器12单属强附魔，首饰15全属强附魔，锻造炉以及团本材料，还有气息、疲劳药水等，其中属强附魔还有锻造炉、气息，玩家们一定不要错过。一来是95版本的新武器需要打造，二来也是新版本之后金币价格肯定有所上涨，如果能够利用积分商城的奖励来打造的话，也能给玩家节省下成本。二，十周年塞利亚的跨界时之前策划说过，跨界时将在春节之后会有个有趣的变化，这到底许多玩家纷纷预测到底会有什么有趣的变化。很多玩家依据现在策划疯狂的送90 A 装备以及90跨界时团本资料，所以预测原本只能跨85级的史诗装备跨界时将在春节之后变成90级跨界时，但依据目前体验服爆料情况来看，玩家们还是想多了，策划到底还是个鬼才。依据爆料显示，玩家可以在塞利亚地方兑换十周年实施跨界金石兑换礼盒，礼盒内有自选追忆称号礼盒、追忆宠物自选礼盒、追忆武器装扮自选礼盒，预计是巨龙装扮或者十周年武器装扮，还有追忆伤害字体自选礼盒。怎么样，玩家究竟是没策划鬼才吧？文章来源由九网百万征稿，活动作者鳗鱼不是鱼，未经同意严禁转载。